上帝是伟大的赞美，所有人们应该赞美上帝。我们应该从中学习的一个诗人，声明保佑耶和华呀，我的灵魂，主啊，我的上帝，你是非常大的。你们身披荣誉陛下，谁照自己与的光作为与一个衣服？他伸出天上喜欢的一幕，他奠定了量他的上分停在 waters， 谁让他的云战车？他走上风的翅膀，谁让他的天使精神？他的部长的一个火焰 ，Psalm 104冒号1-4教训的不可思议的智慧的神超越人的理解，这是难以量化。事实上，上帝的力量远远超过了任何学者可以分析，因此必须为所有人尊敬神，并称赞他为他所有的善良。祷告，我赞美你，上帝对你是如此好的人，那你有创建，你的善良人们是无法估量的，因此我欣赏你。我要求你们继续启发我的心脏，承认你的善良，这样我赞扬你。在耶稣基督的名，让我的请求。阿门。